先继续做观众朋友来关心，伫咧假日所举办的活动消息，要来看就是嘉义市的城隍庙，伫咧高河是来举办着寒冬送暖、冬令救灾和义诊活动。针对着嘉义市各个收入户，每户是来发放着新台币3000元，各有5公斤的白米一包。伫咧现场各有肉粽、寿面、等等的食物，或者是民众会当提早来感受着过年的温暖气氛。而嘉义市李定发美妆业职业工会嘛，共享盛举，伫咧现场。来进行着免费的义诊，总计是有1118户的嘉义市计收入户来受益。寒冬送暖，嘉义市城隍庙伫咧庙埕广场举办冬令救济，弱势的关怀金对往年的2000元提升到3000元。现场更是准备着白米、面包、油品、寿面和肉粽，让弱势的朋友伫咧1805年一开春就有一个好的开始，会当做伙准备过一个温暖的农历过年。救济呢，当中呢，咱这冬干事呢也非常诶，这个赞同啊，因为呢。咱的今年呢，有咧讲讲咱这个弱势团体吼，咱是不是来个提升？本来是2000元，今年呢加重1000元，拢总领3000元。白米一包5公斤，嘛有一挂善心人士咧来倒下手，来发面包。来发肉粽、面条，这等等这物资，拢是由社会人士来给咱赞同。嘉义市长童新凯特别到现场来感谢着城隍庙的善心义举，同时马上就社朋友来拜早年。城隍庙今年不但发放白米、面条，还有面包、肉粽还发放3000元的新台币，要让我们的这弱势朋友们。能够过一个好年，那还请来我们这些美容美发的师傅们来给他们理发、美发，让他们漂漂亮亮的过年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嘉义市的这个我们的弱势的朋友们。这一届当年救济发放的对象是嘉义市各个收入户，每户发放新台币3000元，含5公斤的白米一包。嘉义市李定发美容职业工会在现场嘛，共享盛举，为着十一民众免费义诊，总计有1118户的嘉义市各收入户来受益。最新新闻，张玉斌、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